其国观想众多，摩诃佛法大权示现行道，通达佛道，是为外合观想无障碍行，因行精勤果，果不惹魔事。前面咱也讲过去咯，家业存者，伊将来成佛，伊的国度功德，伊的人民呐，拢是地人，啊，发大心的菩萨啊，人民的善良啊。像人讲，迄、那个国度也阁有啊，无有想要闻佛法，确实呢，也会当护佛法。这是咱经文所讲，迄、那个国度观想众多，摩诃佛法。真正是无简单哦，这拢总是修行啦、啊。伫咧因地修行，咱的心真清净，无有烦恼来染着咱的心，心一点点保持着迄份。生活真简朴，无有贪欲，无有种种杂念，伫家己的心伫咧起心动念，也搁伫人群中啊，不受人群、人事物。来撩动咱的心，修行就爱修到安尼的程度，这嘛是啊。假若存者过去生中，就是生生世世，原来是修这份清净行，所以现在在法华会上。佛陀为伊授记，授记名未来成佛啦，一名叫做光明，伊的国度叫做光德，家业存者修行成佛啦，必定要经过了。奉敬三百万亿诸佛世尊，爱国再经历三百万亿世尊再过历练过哦，修行唔是遮简单。不过呢，三百万亿的佛啊，我是希望咱人人。将人人拢当作佛，将人人拢给当作呢，伫咧甲咱历练的人，咱今生出世会当当着偌济人啊，来历练咱，咱都拢总起着欢喜、尊重、感恩心嘛。本来咱发大心入大愿。咱就是爱立人群结善缘嘛，咱爱在人群中呢，成长智慧啊。所以咱那个人群拢做个当作，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啦。安尼，
无定着咱来生来世啦，生生世世所遇到的人，咱结这么真多的好缘呐，就会当早日啊成佛。这些佛陀伫咧向迦叶尊者的授记，其实啊，嘛是含义伫这个所在，希望咱爱体会心怀呀，积极观想众多摩诃佛法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和平啊，清净庄严的国土。那人事物啊，嘛是同款这庄严吗？无有一点啊误会，无有一点啊烦恼的所在，真的修行啊，大权示现行道，通达佛道，嘛是讲就是魔啦，伊呢，伊心理呢，嘛是健康啊，伊未去扰乱佛法，同款会当拥护。亲像大家人也向拜拜，虽然无信佛啦，唔过呢，伊嘛知呀，佛是爱尊敬的。亲像阿呢，慢慢啦，将来呢，伊嘛有机会会听到佛法啦，同款呢，未来通达佛道啊，这叫做方便法吼，那。大权示现，佛法都是啊安尼，一步一步甲参加过来吼。那是为外合观想，无障碍行。外合，咱发心出家啦，专心修行，这就是对佛教。未来啦，也那是伫外面啊，社会人士呢听法啦，或者是呢无听法啦，这拢总是外合吼，同款呢，那是会当行菩萨道，这拢总叫做外合观想。无障碍性，对佛法无障碍，阁会当用好佛法，还是伫人群中伫咧造福，不止无障碍，也阁是用好佛法的人。所以因行精勤呐，故故不惹魔事。所以因为过去伫咧修行，长时间伫咧修行，这行啊精勤，将来的果报都未受这个魔啊来困扰，因为咱的因无去惹着魔事，咱的因啊就是无去障碍佛法，搁在咱一个有。伫咧护佛法，这是过去成长吼，那这呢今生出世得果啦，成佛啦，伊个国土都拢无有这个魔来扰乱啦。那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哦，魔事都真多咯吼，其实呢。这是大权示现，佛陀的时代，会加比罗话讲呢，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对立嘛。这是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呢，就是选择伫阿弥的国家来出生，来成佛，教导在充满了无明。烦恼一众生苦难啊，要赶紧消除。
提起了你的真心，你的清净的本性，发挥你的善良，安怎去帮助人？这呢，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大权示现呐，来通达佛陀，来教化人人啊，就是心对佛法也未尽接受，但是呢，嘛一个会他用何佛法？这是因行精勤呐，所以啊，咱尽量都唔通过去惹出了迄种呢一障碍吼。咱即世人呐，去障碍人，甲人有对立啦，好，这个心互相不平衡呐，来生来世拄着了后呢，小阿个会算哦吼。这种的因缘果报互相呢，那善恶因呐，总是呢一个会对立，所以咱这世人爱好好种善因呐，唔通呢去种着恶因呐，正面呐，文安尼讲，积国菩萨啦。无量千亿，诸声闻众亦复无数。声闻听法的人，修行的人，嘛真多啦，无有魔术啊，拢无障碍啦。虽有魔及魔民啊，皆何佛法啦？这是一个非常庄严和平。世界吼，来再接落来这段文讲吼，你是世尊，欲重宣此义而说其言。假若尊者受佛陀受记啦，佛陀讲出了伊的名号，国土的情形啦，已经一段落啦。但是呢，还是真重要。一段文爱搁再重新啊，用基文呢，搁再重复一遍吼。你是世尊，欲重宣此义而说其言，故自比丘，我以佛眼见是。家业以未来世，故无所劫，当得作佛。那这段文那是重伤哦。啊，为什么爱重复呢？会记伤呢？那就是重述登行文的意哦。因为呢，这个字句啦，内底呢有比。空处念，意思就是讲，登行文迄、那个含义真宽吼。那伫这个吉祥的文呢，啊，都较简单的吼，和大家人记忆较深啦。处空必念，就是讲现在这段吉文正面伫咧讲的哦，无有加强语气那。在正面的登行文轻轻讲过去，现在在中上的基文啊，可能呢，搁再较快来解释吼，大家人爱搁较用心去理解吼。
义理有比亲出切，这个道理啦，当行文较深，伫这个基文较浅吼。啊，这个基文较深，就是当行文较浅的吼。所以文中有简，何何以者？有这个前甲后呢，有较无同款，就是深浅那。看较简单吼，哦，互相弥补的地方，所以学比现处稳。伫当行文啊，真明显讲出来。那么伫这个基文的内底呢，啊，都稳了，都过去啦吼。那比稳处现，伫当行文无真明显，伫这段基文呢？就会真明显吼，让我们更加了解。那学必有处无吼，无定着伫当行文有啦。那么伫这基文呢，无讲出来，就该略过去吼。那必无处有，当行文无诶，但是呢，伫基文呐，诶，搁再加出来，那去补充。当行文啊，啊，无讲的话吼，是莫非啦？是互相彰显敬意。当行文要互大家人了解呀、啊，基文呢是要互大家人呢加强记忆吼，那对这个文会了解，对这个意更加通彻吼，所以。苏灵误解这个经文真深，啊，咱看要安怎样表现出了经文呢？苏灵误解吼，定为好道者，灵得全文啊。后壁再来，头前无听到，那搁再重复一次啦。后壁来的人吼，听到啦，这也就是在。基文中上意思之一吼，也就是讲佛说法啦，善巧方便，令诸众生啊，即得解悟，故名易解义吼。这就是佛陀再说吉祥的意吼，那。这嘛是伫十二分教的内底哩吼，这是佛陀的慈悲，用种种的方法，善巧方便，令诸众生听得到，搁再重复，听的人再一次听，更搁较了解吼，故名易解义吼。真容易会当了解的语言呐，这就是佛陀再说吉祥的意吼。那这嘛是伫十二分教的内底哩吼，佛陀讲经呐，那这种十二部经其中之一呢，就是当行文了后，就是用基文吼。故诸比丘啊，我以佛眼见是迦叶以未来世，所有的比丘佛陀呢，搁在叫醒大家人啊，大家人啊，听好清楚哦，我用佛眼呐见是迦叶的未来世，要选到一个人啦、啊。今后处事会当成分的，不是简简单单，是用觉悟、大觉悟的眼光啦，来选择修持的对象啊。所以我以佛眼吼，来选择家业，以往来世分的名，就是叫做大觉悟者。已经的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，无一不清楚，无一不透明，无一不通达啊！
这叫做大觉悟者。大觉悟者呢，叫做佛啦吼。所以觉者的眼光啊，那么照了诸法实相，所看一切诸法啊，所有的物质物体呢，用佛的眼光来看，一看就知影这个物质内面所含的因，伊的精致哦，等等啦，剖析的真清楚吼，这是佛眼呐。佛眼令见一切法啊，非空非有。这些法在佛来看呢，不是空的，因为伊内底有真理；也不是真实的，是因为呢有真多的理呢汇合起来，才成就一项物件。所以佛眼来看一切的物质啊，非空非有啊，不可思议的道理。所以以未来世就是啊，第三世哈，那三世呢，那就是过现未来，过去啦，现在啊，未来。当下刹那即三世，当下刹那，那么当下，我即当阵敢若讲当下，都已经三世归处啊呢？啊，我讲的当下，这个当下呢，又唔是拄只迄句的当下，因为呢，迄句的当下过去，即马阁讲的还是赶快阁过去，这个现在。所以过去现在拢是伫刹那间啊，时间呢分秒啊过去啊，所以咱爱定定把握当下，行持刹那，这个刹那间呐，发一念心入好愿，那发好愿如初，就生活有余咯吼，所以。以现在一刹那为中心，何刹那呢？以往即为未来吼，那即后面的一刹那呐，就是未来。现在一刹那已经过，那未来的一刹那又是过来吼。这种呢，就一期之三世而言呐，一期。的三世短的时间就是这么短啊，刹那刹那不断过，长的时间呢，那就足长啊，天长地久啊，真长的时间哦。所以今生呐，以何之生为未来世？咱这世人的未来。叫做来生，啊，咱一世人的过去叫做过去生，啊，咱过去生呢是啥物款的经济来伫一生的果啊？那一生的果呢，
人搁在伫咧做作未来的因，今生出世就是受果再起因以未来，所以啊，这个因缘果报啦，不断的安尼伫咧轮转吼。咱也是修行啊，好好呢，把咱的这个心念顾好好，自然呐、啊，咱就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呐、啊，明明了了呢，通达一切法啊，无有魔事来扰动咱，那会当安尼，就会当把握的每个。最短的时间，参加呢，迄、那个长久的时间的累积，咱拢爱好好把握吼，顾好咱这良心，所以过无所劫，过去真长的时间，就是安尼修行啦。未来也是安尼，还阁真长久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当得祝福吼，福缘呐，就是。明见，所以本有时限吼，和过去的时间、未来的时间，非是众生心力所知。这个时间的长啊，唔是咱众生的心有法度去体会到。干那讲的刹那刹那，咱家己呢，都嘛是体会未到啦。干那讲要讲刹那的时间，都来不及。你干那要讲我即刹那，就是破息也来不及呀、啊。所以极短的时间，极长的时间，唔是咱凡夫呢有法度，这个、心力会当了解哈。但是佛陀得悟了后，来甲咱分析，咱只系真用心来听，用智慧呢来。来体会那佛法，其实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啦。菩萨呢，是伫咱现在呢的行为中，所以甲大家人常常讲，把握当下，行持刹那，咱发心如初，生活有余啊。所以常常都甲大家人讲，时时爱。多用心嘛、啊。